我一直想说开口讲话，但是太久没讲话，就有一种声音卡在喉咙感觉。晚上好，大家晚上好，好久不见！哎呀呀呀呀！过猫啊，好久不见，过猫啊，晚上好，抓个眼睛哈。晚上好，好久不见，两个星期耶，感觉有点久，有点翻肥，谢谢，我肥来了。这么早的头像，谢谢幻夜西订阅，早安。不啊，刚好赶上是，对，上班加油ですね。晚上好，好久不见，好久不见，我也好久没听到自己讲话，声音会有点，还真是有点不习惯。晚上好，晚上好，晚上好，晚上好。结果那个啊，两个星期嘛，感觉有点久，但是有点短，就是当它结束了，你会发现，哎。怎么一下就结束了？这样还想去放假呢？学长晚上好，晚上好，晚上好，晚上好。然后呢，出去玩的照片有放在推特来给大家看看哈。出去玩，结果出去玩，明两个星期却只拍一张照片，我真的是很酷，真的是很酷呢。等我一下，我先把照片载下来哈。等我一下哈。还回哦！谢谢学长小起点一百点，我有开那个吗？完蛋，你丢小起点不会宰，完蛋了，完蛋了，完蛋了，怎么办？怎么办？怎么办？为什么不会宰？但应该有小起点会宰、啊，怎样？我是没开四八四啊！我知道，我知道为什么了。哎、欸，有连到吗？哎、欸，这样是有连到啊！哎、欸，等一下，完蛋了，为什么？谢谢学长小七点，他怎么没砸、啊？等一下，还回我那一杯好徒弟，谢谢。哎、欸，等一下，我看一下，我看一下发生什么事，出事了，出事了，出事了！谢谢订阅。完了，太久没用，他不会动哎、欸，怎么办？怎么办？怎么办？是没连到吗？看起来都有连到啊，奇怪啊！这边这边，是个吗？是个吗？是个吗？是吗？是吗？我再砸一次，等我一下。一回来就灾难了，出事了，阿贝、啊啊啊啊啊、有了，我很抱歉，我很抱歉，谢谢学长的小起点，谢谢大家订阅，谢喽 ，bunk。我觉得我太少开台，我是不是应该把那个小起点的那个数量再降低啊？不然大家好难砸哦。我降低一下，等我一下哈，不然我觉得大家好辛苦，只能用 bunk。而且我们。等一下，不要砸！哎呀呀！快快快快快快！等一下，我忘记把我的后台藏起来。哦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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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欢回，谢谢。等一下，我改一下啦。哎呦，先留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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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打扭啊！重点在这里。我改一下那个好了，让它数字不要那么大，因为我都没有直播。不要再砸，你留着让我改低一点啊！奇怪，那么爱浪费是不是？改成十会不会太便宜大家？这个改50，这样。哇哦！等一下啦，改好了有吗？有吗？有吗？诶、欸，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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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诶、欸！こんにちは、おかえり、ありがとう、ただいま。好，不要再砸了。诶、欸，发烧列车剩一点点呢、欸，要不要开起来啊？谢谢诺的小气点，哈哈，今晚。まあとりあえず旅行はね、お休みは2週間で、まあ写真はあるんだけど一つだけなんですけど、もう自分も謎だな。まあ多分そのほとんど家に残っているので、だから写真とかあんまりないね。それ、その旅行の写真とか、まあツイッター。にも載ったんだか載ったんだけど、まあ見てなかった人もあると思うので、こちら見てください。これ温泉です。温泉です。夏の日に温泉するのがちょっと変かもしれないんだけど、でも汗をかいたので、そのめちゃくちゃ気持ちよかった。そう、みんなもしよかったらね、絶対絶対試してみてくださいね。まあこんな感じでその旅行に行った温泉です。こんな感じで、就是旅行大概两个星啊，踹踹踹，
两个星期都是在大部分是待在家里，然后有去泡温泉，然后泡温泉很舒服，虽然是夏天，但是流个汗还挺好的。希望冬天还可以再去一次。晚安，晚上好，晚上好 ，Hello， 晚上晚上，发烧列车哎、欸，75%哎、欸，哇哦，发烧列车哎、欸，开什么玩笑？它快开了耶，要不要让它开起来？还是要来唱一首歌？但是我说实话，我这两个星期完全没有唱歌，是不是改低了大家就会狂走？谢咯，还是改低一点比较好玩，我这样随时可以走。加菜金，欢迎回家。谢谢威廉的加菜金，谢谢谢谢韦恩，我好像叫你韦恩吼，来每次忘记。谢谢加菜金，谢谢安安安安唱吗？但是我真的是这两个星期完全没有学新歌哎。有什么特别想听的吗？就是可能很红的歌还干嘛？失踪人口是，我是失踪人口。不过这两个星期就是有休息，其实心情好很多，不会像之前，其实会有点，就有点在打工的时候心情很暴躁。卡加布列岛，我来到一个岛，它叫卡加布列岛。我来到一个岛，它叫卡加布列岛。不会唱啦，忘记了啦。有什么好唱的呢？需要嗨歌还是睡觉歌？其实我今天，我刚刚在开始直播之前，我特别想睡觉。发烧列车好运。赞啊，谢谢谢谢各位发烧列车，我那时候超想睡。有没有拜？有没有拜是什么？哆啦 A 梦吗？不是哎、欸，有没有拜是那个樱桃小丸子哎、欸？要怎么唱来着啊？我看一下，让我看看哈，不是广告，滚！广告滚！噼啪啦噼啪啦啊，好熟哦这首。いっぱい夢見ることなら目いっぱい今すぐおしゃれに着替えて友達探しに行こうよ。好好怀念啊，哪里有温泉？那是新竹的威尼斯什么东东温泉来着。大家可以去看看，其实它在偏山上啦，所以其实有会开车的朋友或会汽车的朋友会比较方便。那时候我跟朋友一起去的，好难唱哦，太老了吧。虽然好像是我年代耶。不会唱，忘记了，想不起来。订阅，谢谢，谢谢订阅。把手机弄倒，吓死！好难哦。有哎、欸，我也是查了才知道，因为就是。我在放假之前，我就已经很想泡温泉了。欢回，谢谢安安安。我那时候就其实很想泡温泉了，所以我其实很想去旅馆住，就是不见得想死了，谢喽。不见得是要去泡温泉，但是会想说啊，如果可以在外面住，那太好了之类这种感觉。所以想说啊，那既然都要出去住，那还不如就去泡个温泉，这样也差不多这种感觉。就是这样，太久没唱歌，那两个星期全都没唱歌，完全我连日常哼歌都没有。想说就是能休息就休息吧，大概就这种感觉。虽然很喜欢唱歌，但是我们要适当的休息，不然喉咙会烂掉。同学又是朋友，是同学又是朋友，这样。
我觉得是同学，是同学，不过我觉得他就是同学，是同学也是朋友，只是有些时候会刚好顺口，有些时候念同学，有时候念朋友，但通常都是同一个人或同两个人之类，这种就我们小圈圈里面，我们小圈圈里面的人这样，通常都是这样啦，只是有些是顺口念一念，一下同学一下朋友，小圈圈。我想想有没有特别有趣的事，好像其实也没有什么特别有趣的事情。我觉得我过得蛮废的，过蛮废就是一个很棒的事情。这样，我觉得过得很爽啦。大概这两个星期，大概上星期玩的比较疯。夏天去泡温泉，我是第一次哎。小圈对小圈圈，我第一次夏天去泡温泉，比我想象中还开心很多。哼。然后呢，我是上星期玩的比较疯，然后上星期基本上都待在家，也有出去的时候啦，只是比较长，前半段比较长时间待在家。哎，上星期好像都待在家，好像没有前半段，上星期比较长跑出去玩，这样自己过到时间都有点忘记，好快乐哟，好想再放假哟。不过其实放假的时间也不多，这是我最后一个暑假了，明天就要成为社畜了，就要成为跟在座各位一样。没有了，我不知道大家是怎样，但是如果能过得好就好了。唱一首歌啦，唱一首歌，唱一首歌。而且虽然说回来了，这星期直播也只有今天，会不会很坏？是不是很坏？我超坏，对不起。现在已经颠倒，女人不坏，男人不爱吗？是这样吗？先唱一首歌，再跟大家讲。我上周还想什么？因为上周、上上周跟上上上周，就是我开始放假的那一周，主要都是在玩，我狂玩猛玩。然后呢，希望中山，你说珍珠美鱼吗？可以啊，大家可以唱珍珠美鱼。好久不见 ，Hello。对，先找工作再说，是明年要先找工作再说。然后其实除了就是上上星期跟上上上星期在玩之外，上星期主要是在想，就是突然意识到一些事情，就开始在调整自己的算作息嘛，还有一点生活上的小改变，这样大家在跟大家聊这件事情。那我们先唱第一首歌。好久没唱歌，等一下唱了你不要笑我。例えば君の顔に昔よりシワが増えてもそれでもいいんだ僕がギターを思うように弾けなくなっても心の歌は君で溢れているよ高い声も出せずに思い通り歌えないそれでも懐きながら一緒に歌ってくれるかな我バックの発祥息き上がる歓声もいらない君だけ分かってよ分かってよ Darling 夢が叶ったのお似合いの言葉が見つからないよ Darling 夢が叶ったの愛してるたった一度のたった一人の生まれてきた幸せ味わってるんだよ今日がメインディッシュで終わりの日には甘酸っぱいデザートを食べるの山も谷も全部フルコースで気が利くような言葉はいらない素晴らしい特別もいらないただずっとずっとそばに置いていてよ僕の思いは年を取ると増えてくばっかだ好きだよ分かってよ分かってよねえダーリン夢が叶ったのお似合いの言葉が見つからないよダーリン夢が叶ったの愛が溢れてゆく
僕を忘れてしまってもちょっと辛いけどそれでもいいから僕より先にどこか遠くに旅立つことは絶対許さないから生まれ変わったとしても出会い方が最悪でもまた僕は君に恋するんだよ僕の心は君にいつも片思い好きだよ分かってよ分かってよ分かってよ Darling 夢が叶ったのお似合いの言葉が見つからないよ Darling 夢が叶ったのねえ Darling开头有点小逊炮，哎呀呀呀呀呀！开头逊炮，晚上好，欢迎欢迎，谢谢谢谢，拍手，欢迎欢迎，加里卡，欢迎欢迎，加里卡多，谢谢拍手。心里面陶冶，那念陶冶对吗？哎呀 ，Amy 上的卡到末的是他。哎，其实好问题耶。等找好工作，是不是要从学生制服毕业换成社畜服？如果我的金钱余裕足够的话，说不定会出一套新的，说不定，也说不定，也说不定，也说不定，直播就不直播了，就是专心唱我的歌跟工作，也说不定。吼，刚这样唱完这首歌，让我就是开始有点犹豫未来要怎么办。其实说实话，我觉得我应该啦。社畜服是指吊嘎跟假，没有不可能穿这样去上班假赛，不是，我就看犹豫，其实可能我只是被打工，就是可能工作到很累，所以也不会整个人毕业，可能就回到之前那样，就只投稿翻唱歌手啊，日社会人，我也不知道啊，那干脆去穿那个女生的西装好了。反正就是，其实我觉得我不讨厌直播这件事情，只是可能是因为被打工弄得有点累了，所以其实会变得说直播会有点累这件事情，这样，所以直播就会少很多，因为花很多时间在打工，为了明年毕业的时候至少有一定的存款可以搬出去这样。然后今天有跟下午的时候有跟其他朋友聊，他们说虽然有存到一笔钱。在离开家里，但是可能有些时候爸妈讲的也没错，就是你为什么不存多一点钱再出去，这样会比较有余裕一点。但是我等不到那时候，我觉得我等不到那时候，这个家我已经不想待了这种感觉。然后，但是我妈也就是语文妈，就是一副。你就是活得太幸福了啦！你知道出去外面连喝水都要钱吗？我是知道了，只是就已经有点那个啥了，已经有点那个，就是想说，如果我要不舒服的话，那我宁可在外面不舒服，也不想在家里不舒服，这种感觉吧。那一坨的卫生纸可能还会跟我一辈子，因为就是过敏，过敏跟我一辈子，这没办法。反正我的心态是这样，我不知道是我太叛逆，还是真的是过得太爽了，我不知道啦。然后呢，还有就是在假日，其实为了离开，不要柬埔寨，大家不要被骗哎、欸，拜托，柬埔寨真的是，我相信柬埔寨有好人，但是真的是请小心，不要被骗。大家还要看我直播，你去柬埔寨可能看不到。对，不管怎么样，对，重点是不管怎么样都很辛苦的话，那我宁可在可能我会觉得稍微舒适一点的地方辛苦的这种感觉吧。没有的话，真的假的？那更不要去哦，大家记得呼吁大家不要被骗好吗？所以有好人是不可以去柬埔寨开的，千万少一个发疯。但至少我觉得就是也不要。可能有人跟我心态是一样，觉得说啊，家里待起来不舒服，想出去来干嘛的？也不要真的是被柬埔寨骗过去，真的，你器官少好几个，那样已经
真的是比在家里还痛苦的话，那你还不如留在家里耶。我是觉得出去会比留在家里舒服，所以我出去。但是如果你出去会比留在家里痛苦的话，那你真的是留在家里耶。好可怕。所以啊，然后就是还有就是上周吧，我预约了机车驾照的考试。我8月31号去考机车驾照，我会考机车驾照。到时候那个啊，到时候考驾照结束，我们再开台，大家来投票，我有过还没过。我是觉得我会过啦，因为我看影片应该不难啦，是吧？不难吧？加油，谢谢。我想说，之后如果要离开家的话，那可能学会一个，至少学会机车会比较好一点。有实际练，我有实际骑过一次，但是我不是去敲屁啊，但是我不是去骑啊，那家，我不是去骑那个，我不是去骑他们那种专门的机车练习的那种，不是骑他们专门机车练习的道路，但是我去一般的可能空地骑过这样。好久不见，这样子，记住别停。那个台中人会不会拿枪出来扁我？台中人不是很凶，好可怕哦！很有自信，但是因为大家都说不难呐、啊，所以我想说，就是我只要学会发车跟什么时候按那个方向灯就好。有专门照路练，我觉得过的几率一定更高。只是我家附近没有啊。100cc 小台 S 型跑道龙头会哦，小台比较好。晚上好，我也觉得小台比较好。我家刚刚有一台小台的。所以我觉得 OK 啦，这不紧张。车的话也可以先借那个，因为原爸、原妈、原姐都有机车，就我没有机车，所以就是拿他们某一台来练，这样找一台小台来练。7秒直线，我觉得那个应该还好，平衡感够好就没事了。中午休息可以练习。不是，因为我家附近有监理站，只是他没有。受害机车干嘛这样？会不会摔倒？重点是监理站离我家很远，而且就是练习的话还要有人带啊。我原爸原妈不常有空，我跟原姐关系又不好，所以其实说实话，练习时间有限。嗯，听说看后照镜跟看左右那个动作很大，不然监考官又不知道你有没有在看，然后就给你扣分。骑过比较好考，前面考两次还是不会骑，后来上路绕两圈就哦，真的、哦、好强哦。但是我去看影片，我发现影片其实也蛮简单的嘛。有时每次骑出去买麦当劳在市区，我家比较偏远，所以其实原麦不会让我去骑大路大条路，所以谢谢学长小起点100点，补考费不用谢，你好棒哦，谢咯。人真好。但是我才不会补考嘞，这份钱我要拿去吃麦当当，你给我等着。我要拿去吃麦当当嘛。小起点砸久一点好了，明明都打100点了还砸那么少，什么意思啊？我看一下哦，这边要调吗？这样，还是这个，是哪一个？忘记了，算了，就这样。还是这边要填010，但这个一直不会动。谢喽，谢喽，谢谢你的小气垫，用心，谢谢你的小气垫，很坏，不用补考，你很坏哎。我是不是射太多了？他敲好久，白痴，白痴，数科过，学科没过，这样也太坑了吧？骑车都实际上路线路练出来，追很久，真的、喔，看起来好像还好，刚刚还好吧？8个、20个，刚看起来还好，那应该还好了。不要像之前森林可能砸20分钟，那个真的太久了。先不要这样，实际骑过比较不会怕，其实要勇敢一点。我也觉得现在小孩都骑车上，真的假的？可以更久一点？什么意思？那家？我以为在说什么，我想说这会很久，想说你在跟我说，不要那么久，会很久一样啊？不是，可以更久，这样拉直接拉爆这样。哦，所以他刚乘8个，乘10个看看哦，10个这样，好像就 OK 吧。OK，
台湾考试要注意转头看答案，脚不要同的。台湾的驾照考太简单，安全驾驶、防卫驾哦，防卫驾驶哦。无照驾驶的时候勇敢，不要喂，很可怕哎、欸，很可怕、欸，很可怕、欸，不要这样。其实我原先想过是，就是我可能这辈子就是通通要给大家载，但是我发现其实事情没有我想象中那么容易。因为当我开始去看皮肤科的时候，我发现每次要搭公车好麻烦，我就开始想学骑车了。带鸡腿？为什么要带鸡腿？应该带胜利胖次吧。反正就是。对自己骑比较方便，嗯，所以我想说，因为每次这样看皮肤科，就为了搭那公车，我整个来回加起来一个小时就很气。胜利胖次我收，谢了。对啦对啦，你不知道驾驶单不可以心虚，你在那边抖抖抖抖抖，警察一看就知道你怪怪的、啊。你抖什么抖？年轻人，驾照拿出来、啊，我没有驾照，完蛋，没开单。嗯，因为我在看痘痘。我一直在长痘痘，觉得不太好看的，所以要去皮肤科。这样去皮肤科之后，痘痘好很多，哎，它就不会再长那种很大颗，然后你要挤也挤不出来。哎，谢谢豪华麦当劳，这个字太小了，我决定要把你放大。你是哪个东西来？哦，这个，把你放大。刚那什么，我要去看一下，等我一下，我要去看。绿箭没开 Disney， 让我看看，长得比较娇小一点，为什么？为什么长得比较娇小一定要考？为什么？我只是单纯想说可以方便一点，不然每次很多地方来回到一个小时很久。重点是，我觉得我家算是比较偏郊区那种感觉，比较乡下，也没有到乡下，但是就是走三分钟还是有便利商店啊，只是我觉得不够方便。所以我会想说自己骑车。豪华麦当劳，让我看看你，超可爱裸裸，谢谢超可爱裸裸，豪华麦当当是吧？是，谢谢，好赞哦，我要吃饱。但是我今天晚餐那个、啊，哎，我今天午餐我自己煮乌龙面，然后晚餐我吃了啥？晚餐我吃了那个摩斯汉堡，好吃。好吃好吃！我在车子很狂的地方待过哦，我发现被啊，警察会觉得你是偷车的桥哦，确实，自己煮怎么了？自己煮很棒，省钱，让我喝口水。为什么不敢骑？我觉得会自己骑比较方便呢。虽然说现在那个捷运什么都很方便啦，只是。还是会很花时间。乌龙面超好弄，对，但是我买到一个难吃乌龙面，我可以 diss 他吗？大家不要看我 diss 他，怕烂会怕吗？我觉得应该骑久就会习惯那种吧。如果你会怕，你可以就骑边边啊。要看我 diss 东西的时候就很开心，是不是？好，我找一下哈，我看我买的那个乌龙面叫什么名字？它好难吃哦，我来跟大家讲它难吃的点在哪里啦。还是我要先放图再讲因为那时候我在买那个金车的超不好吃，真的吗？金车的乌龙面我刚才就买到那很雷的吧，我不知道、欸、但是我很想喝他的普洱茶、欸、普洱茶跟普洱茶有是一样的东西吗？等一下自己做高哦，做高端很累呢，边骑边晃，大家自然不会靠近你，好可怕哦，因为小只，所以会怕就骑不够快，所以你要比大家更快。头文字 D， 咻咻咻！普洱茶是普洱茶吗？就是你们知道普洱茶是什么吗？就是它是一罐饮料啊。这个阿北你们应该看过啊。等我一下啦，等一下我要截那个。对，赞岐乌龙面好吃。蘸起乌龙面好吃，水沟盖骑法，我很怕骑在水沟盖上，水沟盖会突然崩掉，你就下去。鼻子尖尖，胡子翘翘，对对对，我开一下，我开画面，等我一下，等我一下，等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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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脸要去掉，对对对对对，等我，等我，我要开画面，等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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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反正看得到那个大图就好了啦，应该是。我看一下有什么东西不能露出来的吗？好像没有什么东西不能露出来的，也还好啦，没有什么东西不能露的，好不好？
开玩笑，我没有色色的东西，放心。哎呦，哎呦，哎哎哦哎哦，加多加多，两个礼拜等一下下怎么？一下算什么？谢谢。人上路要记得人要比车凶。薄荷茶不好喝，薄荷茶什么味道？万波去填海。哎、欸，你们有创业，我觉得你们好酷。我觉得很喜欢听大家有这种有创业的地方，所以我会觉得开直播很有趣的地方在这里。酸酸甜甜，这个薄荷茶，这个酸酸甜甜，好喝吗？会好喝吗？薄荷茶就这种，它好像还有很多不一样的。哦、它是博朗牌的，金车啊，碳酸饮料。诶、欸，薄荷水，金车饮料，我喜欢喝那个奥利多，好喝，好喝，好喝，奥利多好喝。不是，我们要找乌龙面的。这个好吃吗？战旗乌龙面是指那个吧？是指冷冻的那个吧？冷冻的乌龙面吧？我买的是这个啦，看到没有？看到没有？它叫商优富德，是吗？是这样念吗？商优富德，四国战旗乌龙面50，它里面有5包，都没有好吃，真的吗？那我下次要吃看，但它好贵哦、喔。不过既然娜姐说好吃，我觉得我可以吃看。不过属实是。不要，好可怕！我不要看薄荷什么色本，香味不错，一点就很难吃的样子，所以说我不会挑吗？本节目薄荷茶没有赞助提供，是冬兵会好吃，真的、哦。那粗面是它这包是粗面，然后呢，为什么说它不好吃？是因为它可以直接食用，它好像还是要烹调过，但是它可以常温保存，这样。它跟一般乌龙面不一样，是它可以常温保存。然后我不知道可不可以直接吃，但是我都煮过了。然后重点是东面的广告 OK， 我有看过，很可爱。就是它常温是没关系啦，但重点是面已经熟给你们。对，我觉得对，我那时候也看到是可以常温，好像很厉害，真的不用占到冰冻库的空间。真的假的？常温保存听起来就难吃了，真的假的？真的假的？是我不会挑、喔，好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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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它吃起来就是黏黏的，它摸起来黏黏的，可能是因为就真的是已经熟了，就是摸起来就黏黏的，然后很容易断掉，我就觉得难吃。柴鱼一粒锅昆不煮，我、哦、没有哎、欸，我就是拿烹大师跟味噌下去煮。我说像鼻涕，我那很烂呢、欸。感觉很难吃哎、欸，超黏又超粉，可惜。好难吃，反正这个不好吃。它里面有5包，我现在还剩2包，有没有人要？我可以寄给你。它反正它可以常温保存。你们要不要？我碰过的乌龙面，虽然它不好吃。好闹哦！我们现在开放抽奖。你如果自己煮，好像就回不去哦。自己煮会很好吃吧？有签名吗？嗯。我要你吃个，不要。不要，我吃过就没有剩了，因为我把它吃完。欢迎回来，谢谢，我回来了。有签名吗？有签名你就要带吗？自己煮高汤很有趣吗？不很热吗？我觉得自己煮高汤会很热、欸。反正就我自己是弄味噌汤来吃啦，或者是拿康宝浓汤混。有听过吗？康宝浓汤加乌龙面很酷，很好吃。没有一煮，这个只有那个啦。放了15分小果，豚骨鸡汤柴鱼都有玩过，好强哦！对不起，我鼻子有点痒痒，我在问号。康宝浓汤加那个有签名有收收全部是不是？晚上好，晚上好。反正就是那个康宝浓汤加乌龙面是很好吃的、啊，只是康宝浓汤不能再把豆腐加下去，因为它味道会整个变淡。大概就是这样吧。康宝浓汤大家喜欢喝哪一个？我喜欢喝它海鲜口味，然后我最近发现它的香菇鸡茸口味也很好喝，香菇味很重。欸，康宝浓汤，反正那个乌龙面就是难吃啦，
就是难吃，不给过。哦，它的浓汤我有喝过，小小一包没料，好坏哦，我觉得太贵了啦。柴鱼很简单哦，柴鱼是这样，康某他们是玉米浓汤吗？它就是粉汤，就是粉汤，就是方便啦，就是它有就是你们刚刚讲玉米浓汤，然后其实还有其他的口味，像它玉米浓汤就分什么鸡茸玉米什么，它还有酸辣汤，我原爸很喜欢喝酸辣汤，我不知道为什么，但是我觉得不好喝。然后其他的味噌汤，然后他用的味噌我买过，他的味噌是红味噌，没料大家可以煮粥。对，其实我会拿康宝浓汤煮粥，吼。然后他的味噌是用红味噌，所以那个颜色还有点深，这样。因为浓汤有分鸡茸，不是鸡茸。我讲的那么清楚，是不是揍你了？然后它有什么干贝、雪菜、什么香蟹、南瓜，就是喝的是海鲜总会啊。我平常喝的海鲜口味是海鲜总会。那我不知道香蟹、南瓜浓汤会不要喝，但是我个人是不喜欢吃南瓜，那所以不要叫我喝，我也不想喝。然后它还有一个那个旁边香菇鸡茸，就是这个，我觉得挺好喝的，跟我想象的香菇鸡茸味是一样，香菇味好重这样。其他我就没喝过了，这样，大概就这样。就是这个拿来煮粥很好喝，然后还有越想越像工商台，我没有收半毛钱，倒是赞助我吃饭钱之类。桃园口味还有什么新竹口味、台中口味，是不是台中口味里面会塞一颗子弹，知道吗？康宝爸爸看这边，康宝爸爸，本节目康宝没有赞助，好难过、哦。基隆可能有螃蟹羹在里面，听起来很好吃耶，螃蟹羹耶，开玩笑。螃蟹羹感觉赞，然后很聪明哦。谢谢追随，谢谢天才问楚江安，楚江安，谢谢。是追随吗？偷看一下。哦，对，是追随。被你们看到我后台啦。看一下应该还好啦，没差了。大概就是这样吧，就是这个。奥利多好喝，还有什么？还有什么大家喜欢吃的东西吗？大概就这样吧，我吃的饭就大概是这样，大概就这样，好像也没什么其他。还有那个啊，我最近发现一件事情，因为我前一阵子还没领薪水，我能动的钱就很少呢，然后我的面膜又用完了，我发现没有用面膜，一周没有用个一两三次，我的皮肤会烂掉欸，我这周突然皮肤变好差哦。超差的那种，而且脸上会有莫名其妙的伤口，不知道是不是太干，它就是裂开干嘛。但明显夏天，只能说大家皮肤不一样吧。我平常很喜欢用这个，这个很保湿，我觉得很适合皮肤很干的人。这个有国师代言哦。爸爸看这里，爸爸，反正就是这样了。三十五面膜，面目可憎。好坏，讲这什么话？大概是这样。然后还有就是上礼拜做出来的，还有就是想出来的事情，其中有一部分是我打算把目前的打工辞掉了。学长，你钱很多是不是？学长，谢谢小七爹，200多哎。A 醇类的，因为我擦 A 酸，所以我不可以擦 A 醇，它好像会撞在一起。听说是这样，吼。哦哇哦哇！谢谢订阅哇！反正就是这样。你好，国师代言，肤色会改运，我觉得我皮肤会变好。应该是你没有观众吃，我觉得可能都有。反正还有任何面膜厂商赞助，皮肤搞好，好，我有买了，他明天应该就会送到了。我有买，我买一堆，买爆哎、欸！开玩笑，明天就要敷起来，敷烂。反正就是这样啦。然后其实我猜也有一部分可能原因是生理期的关系，最近刚好生理期有来报道，所以我猜应该是这个问题，所以皮肤也跟着变差吧。所以反正就是尽量能保养就保养啦，希望之后生理期过了皮肤能好一点，大概就这样吧。所以我打算把打工辞掉这样，但辞掉它大概也会是11月的事情。早安早安，总之我今年要把打工这件事情处理掉，
我不干了，我不干了，这样。更年期赶快来，那更年期有更年期的困扰好不好？内分泌，对，内分泌在暴走，我额头上突然长痘痘，快吓死我！平常额头不会长痘痘。借我再喝多一点水。累了就要休了。总之就也差不多，好像可以稍微停下来。十二月还要考日检，这样，所以我想说，十二月还要考日检的话，那十一月做到十一月底休息，大概休息一两个礼拜，稍微整理一下心情，我觉得就可以去面对日文检定了吧？这样。目前是这样规划了，然后明年寒假再去别地方打工，然后接下来就是明年六月就要大学毕业，这样差不多啦，差不多就这样安排。那大学毕业还会不会直播又是一回事，到时候再说啦，到时候再说。如果到时候还要继续直播的话，或许会换新衣装，变 OL 服了。那反正 大概两周这样。这样就这样，好，有什么想问的吗？开玩笑啦，有什么想听的歌吗？或现在就是我们的唱歌环节。OL 原踩我，踩不到你啦，真是的。还是我应该开一个那个，还是哦，我的小起点能不能揍你们？反正就是这样吧，我觉得应该是没有什么好后悔不后悔的啦。因为当初其实争取那个黑丝袜，我其实很喜欢黑丝袜欸，其实我超喜欢的。黑丝袜还有分哦，它不是有分厚度吗？我从最薄到最厚都有，最薄好像大概二十丹尼吧，它好像是丹尼来算的，反正那个最薄是二十，最厚是一百二，好像还有更高，但是我最后就一百，我最厚的就一百二。黑丝袜可以遮丑，但是。我建议腿短的人穿薄的，嗯，不要穿厚，厚会感觉腿很短。对，单数高会很黑，这样。反正之前有帮学校办活动，干嘛就要穿正装，那时候就买了一个很薄的20吧。欸，那个会透肤很好看，我觉得腿感觉会变细变长嘛，我不知道，反正就是好好看。就这样就好看。好的笔记，黑丝袜。我下次面试穿。你要确定？你要确定？你要确定？教授会揍你哦、喔？还是哪个老板会揍你？图片资源很久了耶。我那时候有拍啊，只是很久了，好像删掉了吧，因为太久了。我找一下哦，应该是之前还有在经营 FB 粉专，我在那边放了很多奇奇怪怪、很好笑的图，算很好笑吗？就奇奇怪怪，就是生活图这样。那时候还笨笨的啦，殊不知其实不要放好像比较好，不然好像很危，容易被人家找到还干嘛的。等我一下啊，我找一下，应该是藏起来了吧？还是我把它删掉？啊，还在，傻眼，傻眼。对，大一，对，大一，就是大一，就是大一。要给你们看吗？那今天如果要给你们看，今天的直播不留档哦。你们要看还是不要看？看了就是不留档啊，不看就是没有，就是会留档。你们要确定哦，您决定看，这样子，看什么看？还哭？问就是看，好闹哦。好了，也是可以了。哎呀，我找一下，今天直播不留档哈。哎，我看一下。哈，但是我不想给你们看，突然不想给你们看了，突然不想给你们看了。
突然不想给你们看，揍我干嘛？揍我干嘛嘞？那是比较胖，对，对，那时候很胖，很胖，对，很粗，别揍我，很胖，很胖，很胖，不要揍我，很胖。不要揍我，很胖了。还是我给你们看我买的是哪一款好了。给你们看我买的是哪一款。等我一下，黑丝袜。哎呦，不要揍啦！哎呦，好啦好啦，我很抱歉，不要揍我，我很抱歉。有些，我觉得有些黑丝袜真的很酷哎，他把那个洞开在屁股上，他免脱，他透气耶，因为他开在屁股上很透哎。我看到什么？明艳四起干什么嘞？刚明就有声音说可以看我决定的，干嘛这样？这个我买的是这个，我觉得这个很好看耶，好难想象，它是真的会透肤哦，那个颜色，透肤的颜色跟那个，好好看我好了，是不是上厕所方便？好像是，对，好像是。但它是血透气啦，我买的这个，我买不六入啦，我买一个耶啦，一个大概就70几90几忘记了，然后那个穿上去的时候真的肤色是这样，像这样会透出去的，我觉得超好看的，超好看，只是冬天很冷，脚会超冷，嗯，好看。所以我记得那时候好像活动结束我就换回长裤了，不然那时候冬天11、12月的时候好冷哦。套在头上你很好看，你要确定欸，有开洞的，你是说有开洞的放在这边会不会被检举啊？你们要看吗？我刚刚看到有开洞的，我刚刚看到有开洞的是长这个样子，给你们看看哈。给你们看看。这样开洞好像，这样土匪的脸、强匪的脸就露出来啦。我会不会被变态啊？这个，这是有透气的，好一下下就好，不然等一下我被变态。就是这种，就是这种，真香，真香，就那种有开洞的，人家确定。我觉得强匪穿上去，他应该就会曝光他的真面目。哪个枪被套丝？这不以前的那种卡通会套吗？专卖店那种专卖店，我觉得那种专卖店卖的不会是这种，他卖的会是更厉害的东西。这个是小 case。你好了，反正就是这样啦，刚看到的那个应该是不能啦，不能。土匪用了，他那个洞开太大，会看到脸。好了，来唱下一首歌好了呢，来唱一下一首歌。嗯，要唱什么呢？那种专卖店，我唯一买鞋都是丝袜，其他都很贵，是不是？除了搞笑之外，没有其他用途。现在都戴安全帽或毛线，毛线帽吗？很冷是不是啊？戴毛线帽不很热吗？要唱什么呢？喵喵喵喵喵！唱这首好了，唱这首，只是不知道会不会唱得好。
好紧张。现在小孩都戴那两个，戴哪两个？哦，你说安全帽跟毛线帽吗？好，来唱歌啦！我是不是 echo 没有关？哎，我关，真聪明。好，那，唱这首，抓一下哈。哎，等一下，好，我大概知道点在哪了，唱爆，好像有很特殊的杂音，会不会是我吹？吹不是电风扇，吹什么吹？电风扇。啊，来唱这首歌啦！来这。
青春的感觉。不知道主播将来出社会要做什么工作，我有点热，可能有点吵，我想吹一下电风扇，不然吹我脚一直吹不到，好热啊！顺便喝一口水。青春的感觉，要做什么工作？其实，不知道跟大家有没有提过。喜欢每一首谢谢，好久不见，好久不见，好久不见。再把电风扇弄回来吹脚。然后呢，就是我要做什么？我要做什么？好问题耶。我自己是想说，也尽量是能碰资讯类的吧，因为这毕竟是我的本科主业。只是日文这种东西是我额外去学的，所以我其实学的东西，学的主科并不是日文 Disney， 我学的主科是资讯相关、跟电脑相关、软体相关的。硬体我可能比较不会，但软体相关的。唐凤新开数位部门，还不行去吧？我到底毕业，声音跟超棒，谢谢。反正就是希望日文可以成为我的，最近在争，但是我还没毕业嘛，还没毕业啦。只是就日文希望也能用上吧，希望它能在我求职的时候是一个很有帮助的技能。大概就是这样吧，嗯。我带你去看看那个什么唐凤新开的数位部门，好像很厉害，好像很厉害。那其实差不多9:01。只是好奇说有要常讲话的还是哦？可以的话不要讲太多话，可以讲一点点，但是不要讲太多，喉咙会烂掉吧？我想过去当那种公司里面的翻译啥的，但是那样讲好多话，我不知道哎，因为我其实本身就不是一个话多的人，然后我不是一个话多的人，然后我只要一常讲话的话，我就会变得不想讲话。这完全不用说话的，我把手机弄倒，完全不用说话的工作有吗？工厂吗？我自己是斟酌啦。出口上协调人员，但是重点是我主科是电脑啊，我主科不是日文的话，或许赢不了那些进出口商的协调人员的主科日文生吗？我不知道，对吧？大概没有，不用讲话，工厂不用多干，可能要很大声。我缺什么零件之类这种啊，这样，所以我觉得之后再说吧。现在看工作还太早了，我觉得可能大概等4-5月再看会比较准一点，现在看感觉变数还很多，我觉得。而且我 NY 都还没考到，想干嘛？NY 还没考到，实力不够坚强，找工作应该都半吊子吧，我想。我希望薪水可以拿多一点咯。就是加油，谢谢。干，我乖乖过期了，没有吧？不是那种吗？给我拿一包新的乖乖过来，这样。工厂很大声。那其实差不多一个小时了啦，今天谢谢大家欢迎我回来。这两年工作感觉不是很好找，正逢龙蛇年出生，是我属蛇的，是。希望你对这社会不要太多期望，但是为了钱没办法。选择一条路是这样哦，你猜哪一条？失业吗？不要了，还是来当 VTuber， 大家来当 VTuber， 不要哭啦。因为那个礼拜我还要处理一些跟打工有关的事情，就是一些生活上的琐事，所以呢，啃老，真的假的？我是不会让自己啃老了，再怎么惨，我也不会让自己啃老。我觉得我爸妈原爸原妈已经养我太久了，不想再被他们养，换我养他们。这样，所以礼拜五的时候要去处理一些有的没的小事情，所以不会开台。但是这礼拜六会投稿新的歌曲，大家可以来听听看，是一首合唱的歌曲，是那个马塔尼图呼瓦拉德米塞德库雷达这首。对嘛，都出去住还是啃老会被咬。才刚来没事，再唱这首歌我们差不多要结束，让我喝口水好吗？
属蛇的也有45岁的人，但是也有19岁、也有20岁、21岁的人，好不好？奇怪，干嘛嘞？怎么这样？不要这样。好啦，那就再唱最后一首歌。那这今天的直播差不多要结束了。差不多要结束热，然后下礼拜再见，然后下礼拜再见，干嘛这个见要那么大声？下礼拜会有直播，下礼拜再直播，然后还有什么？下礼拜26号就是那个嘞，我跟那个余花要合唱直播，线上联动。15岁三周目四，以后我也会迎来15岁三周目。今天学校毕业生就业调查，我啃老的，超慌张，感觉问的不对吧？那个不好意思，请问您今年圈圈圈大学毕业，请问毕业生是现在在做什么工作呢？我啃老，我是不是会做什么问题来的？好紧张，好紧张。听起来是群亲吗？不会，我不会唱，我不要。太多群青了，我们可以换一点别的口味，我们可以换群青以外的口味的是呢。我看看哈，好像没有其他口味了。聊天大师，公主生表示好半天都啃老中。好尬哦，我觉得好尬哦。但其实你不尴尬，就是电话那头不尴尬，说实话就没什么好尴尬的。偏偏他要尴尬，害我也跟他好尴尬。这样要唱什么呢？好啦，唱这个好了，唱这个酷酷的老歌。哎呦，希望中哦，对，我刚刚有讲哎，希望终身，我可以清唱吗？唱中文吗？可以唱一段，后半段我不太会。晚上好，要唱日文吗？还是混在一起？但是我不太会日文，我来看一下，偷看一下歌词，日文歌词要怎么唱？中文好啊，唱中文，那就不唱日文。喝口水。唱中文，我只唱一段喏，清唱就好了吗？应该好 ，OK， 我会。最近不是有珍珠美玉展吗？是因为想到那个吗？好了，希望的钟声，珍珠美玉歌哈，唱一段。为什么总在祈求梦想会如何结束？期待已经荒废的地方依然会开着花朵，还吹着七色的风，飞向七彩的天空，会让未来这个世界充满着无限希望。曾经拥有的是不曾对过的梦想，想找到爱的属地，全陷入记忆的谜，孤独的含义真能刺进了心里。你曾经痛苦，还曾经伤了心，纯白的羽翼轻扬，它停歇在这里，温柔沉睡，如此的美，是充满生命的感觉，又燃起梦想的心扉。这是一首最后的歌，希望钟声宣告着现在，这世界将要属于爱，不属于强者的时代。Listen to my love， 唱着一首歌。对不起，我气好像有点多。想你老大曾被称呼为台湾海峡美人鱼，所以就是这样吗？我不是台湾海峡美人鱼。
希望的东西。我觉得气有点太多，后面有点喘，喝一口水，放一点 BGM。嗯，就是这样。希望的钟声，希望大家喜欢。我的怀孕太夸张啦，好听到想哭，也夸太夸张了啦。巴士还想，我不要，好闹哦，没有。让我呼吸一下，有点热，有点热。再让我吹一下电风扇，虽然有点吵。下个礼拜出生太快了吧？你怀孕，你还没十个月。东太平洋美人鱼这哪里呀、啊？东太平洋。啊，呼吸一下。需要啊，在揍我干嘛哩？因为它便宜，你就揍，就狂揍猛揍，是不是？其实珍珠美人鱼的歌我都很喜欢呢、欸，就是它有些还有什么，我看一下，我很喜欢这一首，我看一下。我很喜欢那个沙罗的歌、欸，《花东外海》好好笑啊。还有特别喜欢什么吗？大家就是关于那个珍珠美人鱼歌，不要走完啊！那边小心军演，怕吧？啊，这个其实我很喜欢，但是它适合用伴奏。我的找一下，我讲脏话，对不起。最后一首唱这个好了，唱最后一首唱这个，最后一首唱这个，唱这个唱唱这个。还有讲脏话，太感动了吧？对不起，对不起，我讲脏话，对不起。好耶，不要好耶！沙罗哥做火棚，沙罗快蹦出来！昨天他要付费，所以听完过了就没了，通通给我闭嘴！很闹哎，太开心了吧！啊，我不知道我会不会唱全部，但是其实我很喜欢这一首。让我复习一下有没有奇怪的地方。等我一下，哈。看一下。好像都一样。哎。好像都一样，旋律。我很喜欢这首，转烂，吵吵吵，干嘛咧？难免喷一点脏话，合理吧？我也是人哦。我看一下这怎么唱。欸，等一下哦。我需要点 BGM， 让我准备一下歌，等我一下，让我想一下。噔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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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记得我之前有找过伴奏，但是我忘记在哪里了。对嘛，当老大喷脏话合理。看一下哦。哦，我会了，会了，会了！我突然想起来怎么唱。重点是我现在要找到伴奏，上次用伴奏在哪里、啊？还是我应该用日文找？日文找可能会快一点。呐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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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呐。娘娘娘娘娘娘娘，哎呦喂，在干嘛？哎，什么时候开唱？娘娘娘娘娘娘娘
娘娘娘娘，语助词啦，好啦，你有没有帮我找借口？谢喽。唱这首，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印象？这首歌我觉得很好听，我可能会唱乱掉，但是努力啦。我看一下什么时候开始。OK， 好。思念是道光芒，围绕白云绽放，许愿或孤单，这场梦依旧灿烂。那段时光，那段过往，心情摆荡，回忆两端，风还未凉，你在身旁，甜甜的占据夜晚。如果是你在我的心上，请你也停止悲伤，期待眼泪冲淡你的伤，我永远在你身旁。未来是种力量，微笑还是飞翔，奇迹让生命触动世界的勇敢。那些地方，那些愿望，日出的光代表坚强，玻璃相框，你的微笑像太阳一样晴朗，回忆中天还依旧芬芳，只愿只和你分享爱情，习题其实很简单，只要你在我身旁。思念握在手掌，青春还在飘荡，你在我心上，给我爱，给我温暖。什么时候开唱？好像开唱，等一下再一次，再一次。你嗯，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嗯，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未来是种力量，微笑开始飞翔，奇迹让生命触动世界的勇敢。最后一首歌训泡一下合理啦，最后一首歌训泡一下合理啦 ，OK 啦。反正就是这首歌是叫全世界最早出现早嗯最早的早晨出现的地方，这样。这首我很喜欢，但是还没很会唱，这样就是喜欢而已。
谢谢。不过这首也是有点高，听你唱歌我心也乱跳，都乱跳，你们都乱跳。第一次听这首歌是吗？《珍珠美人鱼》里面的，它是片尾曲的部分，我觉得很好听，我自己是很喜欢。大概就这样吧，其他我还好，其他好像还好。那我看看哈。狂风暴雨的海谁在等待我们是坚强的小孩，我觉得这真的 很好笑，真的很好笑。还有我很喜欢那个星罗的，在远处听见有声音呼唤着，轻轻叫醒睡梦中的我，摇曳在蓝色的波浪中，睡在海洋的摇篮里，在那里做一个梦。这首我很喜欢，然后其实我很喜欢那个丽娜歌，看一下啊。有一天，这副歌怎么唱？虽然我很渺小，天空没有星星，但献出最美丽的爱照亮世界。如果害怕失败，就没有勇气努力的向前去。我向月亮祈祷，我向星星祈祷，未来的路将要刻画在我心中，温热我的眼泪就会是那束光，我命运中的 peace of love， 邂逅我的心那 peace of heart。 这首还蛮喜欢，伊蒂跟沙罗，沙罗我真的是不太会。好啦好啦，最后一首歌真的我自己来当那个，果然是台湾海峡美人鱼，谢谢喽。沙罗的我觉得难唱欸，沙罗的他的不好唱，我看一下 Return to the Sea。 好，我不会唱，看歌词就知道不会了。爱的百宝箱吗？可以啊，我唱完就直接进入片尾。我们先讲揪团要揪去哪里，我们先讲揪团要揪去哪里，怎么办？四姨今天没有开台，好难过。四姨没有开台，我要看四姨，开哭。大家有想去哪里吗？揪团的部分，我待会就当 BGM 最后的那个结束 BGM。今天谢谢大家来，欢迎我回来。刚才又卡住，谢谢大家欢迎我回来。我这礼拜五不会直播，但是礼拜六会上传新的歌曲。揪其他 V 吗？可以啊，大家有什么推荐的吗？因为其实我认识的台 V 不多耶，所以可能需要麻烦大家推荐呢。大家想看的吗？其实不揪团可以，但是你们这样就没有忠诚点数啦，需要一点忠诚点数吧，需要的吧，需要的吧。干嘛你揍我啦？辛苦了，谢谢，谢谢大家来看呢。今天有这么多人欢迎我回来，我真高兴，真的很高兴，谢谢大家。很怕两个星期就被大家遗忘了。星落，辛苦了，谢谢。星落是谁呢？让我看看。啊，我知道，我知道他。好，我们待会去那边。等我唱完，等我唱完，我就自己进到那个，进到封面，然后我们差不多可以结束了。爱的百宝箱可以就清唱，给他唱一下。只唱开头到第一次副歌哈。好，不要难过啦，礼拜六会有新歌，期待一下 YouTube 会有新歌，大家记得去看呢。不要我才已经一个小时啦。谢谢啊，谢谢，真的谢谢大家今天来。这样唱啊，这样唱啊，这样唱啊。还要重新爱上我？你不是一直爱我吗？怎么这样？我猜你猜，还有下次啦，不要难过啦哟。那真的唱最后一首歌咯，礼拜六会投稿新的歌曲，可以在 YouTube 看看，下次一定好，没问题。
微微风吹起红白的风帆，浪漫的、自由的、幸福的、海的梦幻。时间的魔法飘到了远方，手一碰就融化，转眼又一道光芒。明明是你对我如影随形，心却相隔着遥远的距离。毫无保留的你，我该认真相信，真心不能有怀疑。百宝箱的爱能解开嫉妒感和安全感，能给人爱的温暖。百宝箱的爱最可爱，能坦率让我明白，我和你有相同的爱，纯真而专一的爱。好，谢谢大家，来啦，那我们就团去找。去到星落，他是念纪野 ，OK， 那我们就过去看看啦。大家走路，谢谢大家今天来，辛苦，晚安，下次见啦，啊，拜拜，晚安。